这里我们补充说明一下，在荷叶插上大头针进行荷叶连接的原因。第一，插在荷叶中间位置的大头针可以对荷叶起到限位作用，使荷叶不会过多或过少地装入其中一边，保证其余两边部件同等的连接强度。第二，借助大头针的定位，还能留出距离合适、前后一致的连接缝。下面进行升降舵舵机和副翼舵机的安装，将随机配件包中的拉杆与球头进行连接，确定好拉杆要拧进球头的长度，用钳子夹住拉杆对应的位置进行限位，将球头拧至拉杆的钳子限定位置即可。另一边及升降舵拉杆的安装方法一样。如果对舵机的安装不熟悉，就需要与舵机孔做一个比对，并做好标记。安装好球头拉杆与舵面舵脚后，把舵机放在孔位上，用对应的拉杆进行比照。确认舵机的前后方向及摇臂安装方向，贴上标记。在遥控器上对摇臂进行中位设置，确认升降舵与左右副翼数值为零，将舵机与接收机连接，把十字摇臂安装到舵机上，观察舵机做好标记的一面与这一面的摇臂是否垂直，如果位置有偏差，拆下摇臂按顺时针方向旋转，逐一测试至有一臂与之垂直，做好标记，用剪钳把多出来的三边剪掉。时间关系，我们提前剪好了一个供大家做对比。将单摇臂再次装回舵机上，确认无误。左副翼舵机与升降舵舵机设置方法相同。舵机的减震垫片和限位铆钉安装好后，把升降舵舵机安装在机身上，将舵机放进舵机孔后进行打点定位。取出舵机，用手工钻照定点打孔。在孔位内侧滴上502胶水。由于飞机升降舵舵机安装位置在飞机尾部，离需要与之连接的安装在机舱位置的遥控器接收机距离太远，我们需要借助舵机延长线进行安装，将舵机线与延长线的一端连接，装上延长线卡头加以固定。把延长线塞进升降舵舵机孔，撕掉标记，按标记方向将舵机装进舵机孔，
拧螺丝固定。摇晃舵机看是否安装稳固，借助钢尺保证平稳与升降在同一水平方向后，用胶纸在两边固定。保持遥控器与舵机的连接，确保舵机处于中位，用钢尺量出摇臂孔位中心与舵脚孔位中心的距离，调整拉杆两边球头孔位中心距离与之一致。Son of a gun, we'll have big fun on the bio. 拆下摇臂，用螺丝穿过球头与摇臂，用自锁螺母锁紧固定。将装上拉杆的摇臂重新装回舵机上，用螺丝与自锁螺母把拉杆的另一端安装在舵脚上面。把平稳与升降舵两边做固定的胶纸撕掉。接下来是副翼舵机的安装，参考标记将舵机放进舵机孔，调整好位置后用笔打点定位。然后取出舵机，用手工钻照定点打孔，在孔位内侧滴上502胶水，借助钢尺保证机翼与副翼在同一水平方向后，用胶纸在两边固定。确定好标记方向，撕掉标记，将舵机装进舵机孔，上螺丝拧紧固定。用
手摇晃舵机看是否安装稳固，保持遥控器与舵机的连接，确保舵机处于中位。用钢尺量出摇臂孔位中心与舵脚孔位中心距离。拆下摇臂，用螺丝穿过球头与摇臂，用自锁螺母锁紧固定。将装上拉杆的摇臂重新安装回舵机上，用螺丝与自锁螺母把拉杆的另一端安装在舵脚上面。把机翼与副翼两边做固定的胶纸撕掉，用遥控器检测安装效果。另一边副翼舵机的安装方法相同，副翼舵机安装完成后，通过碳纤管把两边机翼安装在机身上，用机翼螺丝拧紧，将两边副翼舵机线及升降舵机线接入遥控器接收机。盖上机舱盖，再次检查升降舵机、副翼舵机的安装效果。将装上拉杆的摇臂重新安装回样。